哦，我们坐在这边抽啊，来，要来我家的都来。我们如果影友在的话，我们就二楼好了，二楼抽。啊，我不知道抽不抽得到哦，冰一波，坐这边。好，各位，我要来抽了哦，抽机车了，抽不抽得到呢？哇，打得有点累啊，因为今天打好多东西哦，又打营地王，其实有点消耗体力。好，我讲一下这次的更新有一个活动，就是特惠专区叫旷野骑士。然后它这边的话，我分基础奖池跟高级奖池。基础奖池的话呢，每天好像应该是可以免费开启一次吧。好，我们开一下，应该是不会中啊。好，中到一个技能点2000。好，再来呢，基础奖池的话，奖项有什么？有这个安全帽，还有这个很帅的服装。我上次有抽到那个黄色的赛车服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上次的。上次我抽机车没抽到，可是我是觉得不好抽啦，就是要一点运气啦，因为它毕竟它的那个几率比较低一点，可是还是很多玩家来抽，因为它真的在地图中移动很方便，这是一个重点。上次的服装是这个，如果你有抽过都市游侠，应该知道这一套。好，这一套就是上一次的服装，赛车服。今天拿铁到底能不能抽到呢？我不确定。哎，点错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点错了。好，最后来看抽奖，比较轻松一点。终于到轻松的时刻了。我刚刚打的真的很累，累到我忽然间想要直接关台。好，限时活动哦，我讲一下限时活动。限时活动的金条大礼包是我每天会买的，因为之前的话是100信用点，是14000的金条。然后现在有一个活动呢，就是50信用点10000的金条。好，买这个我最近一定会买。好，这个就是我平常金条最快的来源方式。然后我不是说鼓励大家氪金啊，看你要不要氪。如果你要氪的话呢，金条大礼包这次比较便宜，因为50信用点就可以10000金条了。OK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什么新东西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过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再买，8.3折。好的，总之来讲，金条多你才能够买强的枪啊，在空档街。好，然后我刚刚讲的基础奖池有这个机车嘛？这个机车上次就有了，这台是，哎，怎么没有写名称？这台是都市游侠，然后新的车叫做旷野骑士。旷野骑士是这台，好，对，这台很像那种，那叫什么？漫威里面有一个火焰骷髅头骑士，那叫死亡骑士，哎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我忽然间忘记他名字，每次直播我都会忘记一些东西。好，总之来讲，我今天看可不可以抽到这服装啊。然后他这边的话，有机会抽到普通物品。普通物品的话，有采集晶片，哇，真的蛮普通的，我都不会想要用采集晶片。战斧晶片、配方产业，然后纳米素材跟高分子涂层，技能点最大是1000的新币啊。高级抢池的话，可以直接抽，这两台都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是用这个抽哎、欸。等一下哦，他是用这个抽诶，联盟支票抽，不是用信用点诶。哦，因为我没有联盟支票，是不是？联盟支票是1:1，哦，1:1，那就是100信用点可以抽一次，700信用点可以抽5次。那当然抽高级奖池啊，因为高奖池有几率直接中这套服装。我是觉得我今天花10000信用点一定会抽到这两个啊。这两个我觉得一定抽得到，可是机车我不确定。好，我现在有28132信用点，我们要开始抽喽。你们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觉得我哦，对，20骑士，对，你们觉得我要一抽一抽还是5抽5抽？我先抽抽看好了，好拼哦。我先算一下，我只能抽到18132，18132就不抽了。我先把数字按起来，18132，18132。我先讲一下10000信用点大概多少金条了，10000信用点大概。100乘以14乘以1000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我不知道怎么算耶。我想想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100信用点可以14000嘛，14000金条，14000乘以100。140万金条，差不多140万金条，我就好像抽不到，感觉五抽吗？好，我们就五抽吧。好，来咯。希望我现在10000信用点可以中啊，希望啊。
中，我觉得第一抽感觉不会中。如果第一抽中的话，我相信大家看直播已经抽翻，抽翻这游戏，因为它是有保底，所以我就不敢抽太多，没中，中了21000金条，42000金条，好，这是第一次，700就没了，好，再来吧，啊，有紫色的，中一个安全帽了。可是安全帽，我觉得一定会中安全帽跟服装哦。上次抽就这样，我好紧张哦。OK， 中安全帽，为安全帽了，服装也好看，在哦，现在已经1400哦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按一下，我等一下我抽到18000就不抽了。啊，没有中啊，要紫色才有。哎呦，按错键，没有。来吧，来个欧洲运吧，再来咯。哎，有个紫色的。哎，服装上衣吗？他裤子跟衣服是分开的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裤子跟衣服，我抽到那个衣服哎，是套装是不是？哎，对啊。啊，我知道，他是在仓库，他是寄信箱给我。我记得好像是信件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啊，还是在包包里。哎、欸、呦，在包包里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二选一哦。当然是选黑夜抽哦。我知道了，如果说你抽到同样的东西，你可以把它换成金条。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金条。哦，你抽到重复可以把它换成金条了。当然是衣服先啊，衣服是永久的、欸。以前没有这个选项，好，应该现在有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它是一套的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这套很帅哎，我天哪，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，超杀超杀！哎、欸，那头盔在哪里？头盔呢？哦，这边。哇塞！各位，真的是蛮帅的哎、欸，可是没有车就落掉了，好帅，好像什么假面骑士之类的，假面骑士吗？好帅哦！好好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这一套已经有这个了，好帅！好，再来，看大家看我花钱，感觉大家心情很好，来拜托中，拜托中。紫色没有，我真的很想中机车，真的很想中机车，拜托拜托，在紫色又没有，好难哦。好，再来，拜托两台其中一台就好，我这个人不贪，只要其中一台就好了。然后我现在官方希望你们未来有保底，好不好？拜托有设个保底吧，无底洞的感觉没有啊。没有紫色的，哇，真的，哎，我等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难易度到底，我看一下到底是几趴，我查一下官网。我查一下官网，哎，我开给你们看好了，我们慢慢来，因为快关直播了。我查一下明日之后官网，明日之后官网有那个数据，它会显示说这次的活动有几趴。啊、我觉得应该是零点多少，0.24之类的啦。官网首页 ，OK， 哇塞，嗯，怎么点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点不进去？我、哦、看到，我看到，4月30，好，我开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如果在花钱之前，我建议先，哦，等等哦，好，这样看得到齁，哎，可恶，
0.55， 都市油价 0.55， 然后基础奖池，哎，这个高级奖池的话，都市油价 0.80， 哎，等于说你1%不到1的几率，旷野其实 0.46， 所以你们如果路上看到人家骑车啊，他不是土豪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花很多钱。你们看 0.46 跟 0.80， 好，继续吧，我只想看一下而已，拜托，中，快没有办法抽了，又没用，怎么难中啊，哇，超难中的，中，紫色，我连两只安全帽都没有，你中两只安全帽，所以你没有中到衣服是吗？男生不好看是不是？好，我还没看男生，等一下我看一下男生的好了。21832哎、欸，哇，10000信用点中不了哎、欸，这会不会有点？再来，没有，我真的是超非洲，超非洲，没有，太夸张了。我没有，我有服装又没有，我上次也是有服装没有车，只能再抽两抽了，再两次五次，再两次十抽。我现在已经没有算我几抽了，全部都绿的，超级难抽。服装好抽，我觉得车真是太难抽了。之前有跟我说你抽这个不如去买台机车，抽到底。抽到底就没钱了。不然我先我留10000好了，我留10000信用点好了。我再抽8000啊，我一定要留钱，不然我会没有金条，我后面升级就死定了，我要花再花台币。好，来吧，我抽到10000啊，抽到10000就不抽了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大概已经抽了10000信用点了，差不多10000了。我们再抽8000，所以18000如果中不了的话呢，我就放弃了。没有，超难中哎、欸，真是超难中哎、欸！我是要重开游戏一下，给点欧气，给点欧气！哇塞，这游戏没有保底，所以有些玩家不花钱就是因为没有保底，非常难中。可是有些人中了啊，他不知道花多少钱哎、欸，我都想问他们，你到底花多少钱抽一台车？哇塞，心在淌血啊！哇塞，我现在到几抽还没有写啊？他不会写下我几抽是不是？有没有增加幸运值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一台车而已啊！欸，你们真的在路上看到骑车，真的要仰望看着他，你真的是土豪！好，实抽给你们看啦，你们当一个参考啦。所以你运气比我好，一下抽到了。我现在已经花了快要18000吧。我刚刚是28000嘛，开始抽的。所以如果抽到剩10000，就是抽18000信用点。哎，对对对，都是绿跟蓝啦、啊，都没有紫色哎、欸。单抽看看，好，单抽一个。你的，好，还是五抽好了。哎，有金色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难道我中了吗？中了吗？金色是吗？各位观众，这是吗？这是吗？哇哦，我要点下去哦，这是吗？各位观众，我有车了！哇，终于中了！哎、欸，超感动哎、欸！我跟你们讲，我上次花了台币4000块吧，还是6000块，忘记了。我抽不到都市游侠，我抽不到都市游侠，我就觉得哇塞，怎么那么衰啊？怎么那么晒啊？抽不到！哎、欸，今天终于给我抽到了，我不抽了，我再也不抽。刚好抽了18000哎、欸，17000，17000先信用点，17000先信用点，多少钱？
我算给你们看好不好？你们要知道一万七千信用点多少吗？来，算给你们看，六四八零乘以，我是抽一万七嘛，我算一下好了。哇塞，好感动，我以后可以骑车载我的影友了。来，等一下那个，等一下各位市中心集合，拿铁载一下，拿铁载一下，带你去飙车，带妹子去飙车。等一下我算一下哦，我算给你们听，我们抓一万八千好了，一万八千信用点好了，我算台币多少钱给你们听听看，6480乘以二，12960再加6480，19440，2990乘以三，90乘以3，哇，8900，我这样讲啊，大概，因为它有赠送1288，大概花七八千块台币，因为它有赠送啊。你如果今天买2990这个有6480，我们算那个好，6480，等一下哦，6480加1288，7768乘以二，15536，等我画面按掉了，15536，然后再加一个，等一下我算一下哦。我现在拿计算机，终于中了哇！我真没中，我之后真的不抽了。2464哪边有2464？1980加288，890。好，我算给你们听，大概是2990乘以二，5980再加上819台币。6870，大概花7000块以内抽到。我大概这次大概花7000块以内抽到，可是上一次花了4000还是6000，所以我全部加起来的钱再抽机车，大概花了10000多块台币。好，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。总之来讲，就是我是觉得看运气啦，因为毕竟0.0几啊，零点几的几率其实是蛮低的。好，我来试一下，有机车了吗？有车库哇！我第一次看到车库的界面啊，好帅哦！我抽到最新的车都市游侠，嘎恰嘎恰嘎恰，都市游侠来我不知道我们营地有没有车我不知道我们营地有没有车，没看过，别营地有。我等一下去贸易之城骑车，去炫耀一下。哇！还有三个颜色。好啦，这是花钱的，没办法。大家没有，我只是给大家参考啊。就是其实我之前就想抽了。来，夜宵当第一个。夜宵，帮我开一下车门，帮我开，不帮我开一下我前面的门，好不好？夜宵，你帮我开一下前面的车门，帮我，按出键，帮我开一下我家的那个大门，我家的大门。可以，他怎么放？家里面不能放，我不能展示一下吗？家里面不能放，不能放在家里面，我想要抱着他睡觉。不行，不能放在家庭院里面，营地里面不能放。请拿铁喝拿铁，别闹了。有了！哇！好帅哦！呜呼！有撞到啊！这个不会有血量的问题。冲啊！飞向宇宙！浩瀚无垠！哇塞！哇！超帅！我终于换我骑机车啦！以后营地任务来跟你们讲，坐哪铁的车，我带你们解。营地在哪里？市中心在哪里？市中心在这边。各位，88来哦。终于可以炫耀一下了。重机拿铁。我现在是重乳拿铁啊。我。一骑过，我飞一下，哇！一直想要飞这一个啊，终于飞到了。每次捡营地任务的时候，就觉得好想飞这个可是抽不到车。哇塞，这个游戏真的是，真的是苦啊！好不容易抽到啊，哇哦！可以骑到市中心里面吗？市政厅里面？这样会太摇摆的感觉。可以啊，你那个10000多块台币砸下去就有了啦，各位。骑上来了，这样会太嚣张，这样
太嚣张，直接骑到市中心，市中心这个市政厅这边。雅狗链呐，我要骑到最上面，从上面冲下来，我要成为第一个从市政哇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框框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我不要，我要去地下室了。哇，亚美队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动不了了。哇塞，不要！游戏被我玩坏了，那、怎么办？我动不了，我现在要传送。哎，我笑了啦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啦？哇塞，太好笑！呀呀，我想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到上面再召唤不就好了吗？我干嘛要骑上去？我到上面再召唤啊！穿墙的人，人家以为我开外挂，我没有开外挂，这游戏问题啊！哇，太感人了！我看这可不可以，我要从这边下去。哎呀，13秒，还要等 CD 值哦。不好意思哦，等我一下哦，大家都下线了。哎、欸，我先离开那个组队，还有2秒。好，等一下我要去贸易之城一下。哦，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这样冲下去哦。哦，哎、欸、哎，冲、欸、啊！哎呀，神血，会神血，我会神血，我还是会神血。哎、欸，好好笑、哦，超帅的啦！好好好，停这边，停这边。哇，红色的哎、欸，可是他加油哎、欸，哇，以后要帮他加油，他不能够那个油量无限就对了。哦，还有油量的问题，没有我油还蛮多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水族箱哎、欸，我现在看到，哎、欸，今天直播开超久的，我没有想到我会抽到，因为想到今天抽不到就算了。啊，我去冒一层炫耀，炫耀一下，召回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去哪里？好，落雪阁好了，随便选一个我们来看，我们来试一下都市调查。骑着一台新的重机出现在别人的营地的时候，大家会怎么样？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大家会怎么样。我上次那时候没抽到都市游侠的时候，真的很难过。我说啊，为什么？那时候我还在钓鱼的时候抽，一边钓鱼一边抽，因为钓鱼的时候不能做别的事情，可是你可以抽奖。楼梯骑摩托车，我没有想到会穿。哎呦，这个人也有这个服装哎、欸，哇塞，他这个服装哎、欸，哎呦，观众吗？等我要从他们家的那个直升机上面开始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放一下直升，哎、欸，怎么放不了？等一下放哪里？哎、欸，我从直升机上面开始。等一下，我要从上面叭叭叭叭，然后从上面冲下来。哎、欸，他们现在不知道我要干嘛？这别人家，这别人营地，不能太嚣张。可是拿奇迹的时候应该就蛮嚣张的，怎么有点钝啊？好，真可以，真可以。好，哎、欸，怎么谁啦？夜宵，夜宵你都不睡觉的哦，夜宵。哎呀，我要停这里。好，好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八八、啊？有了。你干嘛、啊？帮我制造火焰哦，火焰效果。哎、欸，好帅！你看，停在人家。停在人家顶楼，哎、欸，我变成恶灵骑士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可是他没有帮我节奏、欸，哎，好好、啊，那个夜宵，谢谢你帮我用那个火焰特效，然后我现在往下冲喽，好帅哦、喔！你们看，欸、可以拍照吗？哎、欸，不能拍照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能，在车上不能这样直接拍哦、喔，不能自拍。那会不会太嚣张？在人家的那个市中心正顶楼，哎、欸，可以后座可以载人吗？你们可以上来吗？后座能载人吗？夜宵，你可以上来吗？你上得来吗？还是我要载妹子？狂哎、欸，这怎么念啊？不塔吗？不塔，你有办法上来吗？哎、欸，这不能载人是不是？有权限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等我一下，要开好。不好意思哦，新手驾驶不知道，哎、欸，要怎么用？权限？哦哦哦，有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该开了吧？哦，要有权限啊！哎、欸，各位，你们如果抽到的话，要开权限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
哎、欸，就是夜宵，哎、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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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夜宵，那我载一下妹子，那我载一下妹子，那我载一下妹子，那我一圆载妹子之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夜宵，夜宵，你先下来，以后在营地多的是时间可以载你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夜宵，夜宵，你先下来，有难得有妹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让妹子坐一下，让妹，让拉铁再试一下妹子啦，啊，对对对，夜宵，你这样就对了，以后我要拉铁好好照顾你了，哎、欸，你走就丢啦，好，妹子小心哦、喔，坐好、喔，哇、啊，完了。完了，我刚刚想说后寸，哇，不好意思啊，要给妹子不好的经验了、啊，糟糕，糟糕，哇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我们可以重来一次吗？等等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失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罚三杯，我罚三杯，再等我27秒，太好笑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给妹子不好的印象了啦，哎呦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好了，那个英雄是孤独的。你干嘛是烧我的车啦？我不是2074啊！好好，等等的，妹子等等、喔，那我先问一下，你是真的妹子还是假的妹？哦哦，他的动作好帅哦、喔！等一下你们看一下我的专属动作，我就是规则！哇塞，这在凶什么？这到底在凶什么？好，我们摆仗好了，摆仗比较好下手。那个夜宵，我跟你讲，以后你在营地，我们结任务，我一定会载你，不用担心。好多的是时间，把机会让给先让给那个地方的妹子，地方妹子需要拿铁。好，夜宵，谢谢哦、喔。帮我做一点火焰特效，好 ，go go go， 呀塞，哇，又是不好的下场。等等，我车在调，好 ，OK， 可以，哇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要打营地网啦？他们这营地人不在，那刚好，哇哦，哇哦，哎、欸，我忽然发现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机车？他有机车。可是我是重机，我是最新最新的。等下一次那台出来之前，哦呦，那台出来之前我都是最新的台车。哇哇哇，哟哇哇，打招呼打招呼。哎、欸，消坐别的车，好，嘎掐嘎掐嘎掐，走走走，嘎掐嘎掐。我让它消失在我后照镜啊！来，给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铁车流啊！嘿呀，哎，我真的好久没有载妹子了。自从 FIFA 那次有一个敌人妹子坐在我车子上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载过了。哎、欸，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忽然间出现一个建筑物？机车太快了，他这个城营地来不及读取啊！哇塞！我要带你去黑蒙蒙的地方。哦，哇，他们这个家好漂亮哦！哎呀，可恶！哎、欸，车会不会坏啊？车会不会坏啊？人会损血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损血，我不知道那个妹子有没有损血，是因为他是个男孩子。欸，还有狗，还有狗在跑，太奇怪了。欸，有点顿顿的、欸。欸，这哦，哦，你是呆萌猫哦，你改名字就对了。原来如此。哎哎嘿，直升机，直升机下来了。OK OK， 有损血哦，有损血。好好好 ，Sorry Sorry，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损血。啊，我们玩晚了，大概这样就到这里了，就停这边吧。那、啊、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反应好了。期待这个交易还是夜宵？其他好像没感觉。哇，好感动哦！当前没有空位，欸，可是我可以换位置，欸，我可以换到后座去，欸，所以我是可以换后座的，欸，换夜宵了是不是？欸欸，又下来了。好啦 ，OK 啦，炫耀完了，我满足了，我满足了，我真的满足了。欸，那你们可以驾驶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只有本人可以驾驶吧？其他应该是不能驾驶。欸，这是。车是透明的，你看是透明的。OK OK， 我满足，我满足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好了，今天游戏就玩到这边了。车有生命值，车会坏吗？等我看一下，不会，我觉得还是永久的啊。我看一下，车会坏吗？刚没有写车会坏啊，设定。只有油箱大油箱而已啊，基础速度啊，我知道了，它会耗耐久啊，可是会慢慢补回来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它这个耐久会坏，可是会慢慢补回来，它会慢慢补，慢慢补。其他人可以开哦，有权限是不是？哦，好好好，我看一下，其他也可以开哦。驾驶权限有，欸，同营地好友队友，欸，可我怕人家之后把我车骑走会怎么样啊？我试一下好了，那个我先给夜宵。夜宵骑，然后我再把它收回，看会怎么样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同营地，好，夜宵你可以骑了。
给你玩一下，给你玩一下，不要说哪里也不照顾你啊！哎，给你带妹子去玩。哦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不要写信给我、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起了？他怎么不起了？借你起啊，借你起啊！你刚好，哎、欸，你身上的衣服跟着很搭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夜宵在骑什么？为什么夜宵是用跑步的？你这有骑上去吗？怎么那么奇怪、啊？他人物用跑步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夜宵，给你帅一下，给你帅一下，你骑，你骑，你骑。哎、欸，怎么他怎么不起了？怎么？为什么不起了？我已经开啦、啊，我已经开给你骑啦、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也抽到车子了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可以骑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是不是不能够骑离我太远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！他骑走嘞、欸，召回，超坏！我召回我的车，那车应该就没了吧？走路回来了，走路回来了，好好笑，走路回来了，我快笑死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这召回以后那个，哎、欸，这是男生的，是不是？男生的头盔是头盔，怎么那么丑？他是没有头盔还是有头盔啊？男生的长得跟女生的一样吗？等等，借我看一下，一样啊，他没有抽到头盔，对不对？他好像没有抽到头盔。哎、欸，刚刚很好笑哎、欸，他们骑很远，然后我就把车子召回，直接没有车子，好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今天直播差不多结束了，今天这集开了快三小时了，累死我了。今天已经哎、欸、午睡怎么来了？今天我们已经开了四个小时，快四小时的直播了，我真的累了。哎、欸，不过真的是也很有趣的游戏啊。然后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真的不花钱，你真的不要花，因为一花下去呢，你就回不去了。像我就是很想要拿到某些东西，我下一个目标是那个奋进号背包，好不好？希望下次看直播的时候，各位能够帮我欧气加持一下。OK 啊，我这个之后机车，如果我们一定要骑，我可以接他骑啊。只是我随时可以召回。好，今天游戏就玩到这边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拿铁的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灯光？没有光哎、欸，这没有光。把它骑到有光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结尾吧。哎、欸，李宁在这边哎、欸，李宁在这边。好暗哦、喔，怎么暗啊？哎，我先把圈圈关掉，不然等下被骑走，我就没有背景了。啊，就这样吧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呢，就到这边啊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谢谢今天的管理员跟各位观众啊，还有刚刚组队的队友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明天应该会开直播啊，没意外的话，那我再看有没有办法过关。对，然后呢，今天直播非常的久啊，希望说今天的直播的更新内容可以对你们有些帮助。然后我们如果大家喜欢明日之后的直播的话呢，记得帮你喜欢持续订阅我的，通知铃铛，把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。人超暗，这地方好暗，哎，可以比较亮一点了。好，大家早点休息喽。晚安喽，拜拜。